X 这样的吗？哎呀，哇，这个好凶哦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不会，我都是给你好东西。啊，死了！还想恶作剧？你看我的重生点在下面。哇，抓！又重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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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选，又重选。啊，给他选好，要重选哈，要重选啊！那接着自己选啊，要正常。别别别别别！他玩什么嘞？小帮手也记得自己选过来，这场实打实，实打实，打死，打死！这个就是真正的草莓了吧？这个，哎，那个有一个，哎，对。这个就是真正的草莓。哦，对对，没有没有没有变异啊，没有变异。对对对，没有变异，没有变异。他被我们吓到。他是番茄，然后上面长了奇怪点。哈，番茄里面不会有那个啦，还是被虫蛀的？青苔啊！哦，你们很坏。等一下，你像草莓。补一个。突然惊恐，有没有被包围？妹。等一下，好多游侠。对，其他四个。我看了一下结界师，发现我可能无法驾驭，算了。啊是。那个刚刚补了一个，补的就没了，我们就实打实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，小柯，下次再来，得帮你移回去。按那个小帮手，小帮手就自己加到我们这队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没办法直接加，小帮手自己加绿队。我知道你的颜色，不对，我知道你的 ID， 没事。直接放弃，直接放弃思考了。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对，这要调。哎，守护。下次改版的时候，我想应该会把机械师调成只有自己队适用。哦，做了可以，可以做得到了，这样还不错。可以，应该说也原本就做得到了，只是我想当初想说变成双面刃。哦，那这样子试试看，所以可以给自己队虚弱。嗯，当然是设定对面虚弱这样子的。这太强，试试看。还有一个没有选，我可以帮他选。刚好死打死。耶耶耶！让他们150分哦。好的。职业你们都选好了吗？让他们150分。让他们150分。他们150 <Wow, S 1> 我们130。哇哦，那就来咯。好，我选择了骑马的999。999。这两个在干嘛？嘣！有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哇，做的地图。哇哇，做地图。哇，一开始就迷路，这是哦这边。你现在才发现。看看看看，我是什么职业啊？对对对对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木头，哎呦呦，补的好像比较慢。我挖个木头哈气跑到我前面，然后就变成你挖哈气。哦哦哦！刚刚屁股痒痒的。啊！他们已经有人来了。啊！经验，他吸走经验了。啊，对哈，好，这个有经验，偷东西，哎呦，他好像没吸到，呜。哇，这好稀哦！哇，跑好快哦！哇，27等哎！刚刚我们在上面的关系，你不要死啊！这里没有路，舒服舒服。大大，你东西丢地板上而已，你没有丢到虚空，你知道吗？他丢了什么？把我们胡萝卜丢虚空啊！他只是还在喷胡萝卜啊！他是不喜欢吃胡萝卜。还在偷啊！来，铁定，排队，排队啊！这个都插队啊！谁？那个导什么游的？导游，导游乱插呢！只有五个哦，插队大妈，别乱插！乱插，乱插，导游哦！我本来想要好好排队，可是铁矿选择我。哈哈哈是你的手伸过来先抢手吧？原来是铁矿选择你的部分、啊。对的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哎，往那个铁矿那边。铁矿那边有人。哎、欸，团团是那个吗？矿工吗？我不是啊，你也不是啊。哦、我也不是。你不要打自己啊！啊，白雪，他跑进来了。
你也不行。他去哪了？草莓打草莓，我想说你是矿工，我就要走了。草莓洞，他继续疯狂的蹲。哎，有来有来有来，等一下嘛。他刚刚不是喷了？哎，我放箱子，我放。他背着他手就我没关系。没有。他刚刚有丢在地上啊，你要捡啊。等一下，三个三个。巧克力。不是我的问题了啊。阿金，你要几个？你要几个？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来来来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三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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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二三，哎呦，丢出来，丢出来了！啊，可恶，可恶！哇，给你还说，再吸，再抢，再抢！Okay. 已经先内斗了嘛？这个真的，我要叛变了，我要叛变了，叛变了！不要再叛变了！你看我的衣服，直接叛变，叛变你！你为什么有他们的衣服？你从谁身上抢的？好，你扒人家衣服！哎，你连人家衣服都不放过哎！哇哇哇！女的呢？哇！哇！你说你想穿女装？哇！所以你还是女装啊？好，是。然后还穿衣服，红色的胸罩吗？哦。哇！那他自己想要喝？你泡在这里？我在泡经验泉啊。感觉还蛮舒服的。很爽啊！头好痛。吃什么药？我记得吃药哦，海伟。哎，我的木头，我给你木头。没有工啊。小雨缺一个，缺一个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画面歪掉。画面歪掉。应该做。拉到那个边边。要铁是不是？一个铁。一个铁。哎，那个金矿道上面有两个人。什么？你捡到？小心啊！小心！有有有有。为什么听到有人哭的声音？矿洞谁的哭的声音？我们小帮手有够红，每次看的都很紧张。觉得到底是谁？自己挖，自己挖，好难过。我放箱子了，我放箱子。哎呦，打到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都我的了。完了完了，插队。哇，他好抢哦，都把我们的抢走了。哇，手速很快，手速很快，是不是？金矿哈，有一个人很嚣张的。我这里有尸体，金矿这里有尸体。对啊，他连杀三个人，凶巴巴，凶巴巴。哎呦，都吸走，都吸走。好了，泡完了。我把你们的东西埋起来。埋起来。哎，这里刚好有一朵花。好。安心上路。有你怎么可以去捡尸？你怎么捡尸？去捡尸哎！去捡尸。哎，我刚这是。真的是东西掉了，我几乎什么都没嘞、欸。你这石子的全没了，好惨哦！好惨哦！我吓我一跳，哈基，长太帅，我知道，谢谢。怎么有东西在移动？怎么这么幽默？小雨，你捡东西。这么一天啊，放箱子啊！口误，口误，口误 ，Q 我 Z 字，什么 Z 字啊？藏东西是不是？还一堆红萝卜。我怎么觉得换了这张地图之后，这矿工很可怜啊？矿工自己被换拿不到铁，拿不到铁，哇，还掉下来是不是？哎，等下我不是，因为一直搭一直进来，然后就全部都拿光了。搭一直进来，哎，头上那个铁矿头上有巨石哦。哎，没事，保护小雨。哎，想干嘛？哎呦哎呦，救命救命哦！哪里怎么了？你在哪里啊？没有，我忘了，我虚弱，打不通。可恶！差点29等就掰了。哦。哦。哦。你知道？29等，等着我的马。拿装备的，只想要来泡个澡。泡个澡。快要30啦，杰瑞，你怎么又没衣服？好，光光光。你上一场没裤子，这一场没衣服。哇，你是不是想要全裸？好可怜的感觉，真的。好惨的呀！在挖石头。对啊，我在挖石头。我的马都四处溜达了。石头挖。
我拖到屋顶。哎、欸，白色这里就有熔炉，要想把你们换。那、啊、家里有熔炉啊？对，我刚没看到。你也是始祖卖萌哎、欸，什么鬼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不是因为那个草莓的身体是红的，我以为是红的。我以为是对啊，我就说他这个超容易吓到，吓死人！哎、欸，要不要去抽他们家的那个附魔台啊？嗯、还有铁簪哦，在二楼。二楼哦，啊，我们的有保护好吗？我的在我身，在我身上啊。好好好，你要去金矿洞吗，洋洋？没有没有，只是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敌人。烧玻璃。金矿洞在这边，金矿洞在这边。哪里？嗯，这个路下去。哦，好。都埋起来了。对，埋起来了，埋起来了。把它活埋了。哦。你在囚禁人家吗？我哪有囚禁人家，我是活埋他。哎呀，我觉得没有比较好。更过分。我觉得没有比较好。听起来好像更残忍一点。帮他 QQ。香米啊，刚下面，下面，他下面有人啦！他下面有人，下面谁的下面？金矿有人，下面有人，去救他，下去救你！他已经跌上来，跌上来了，他已经死掉了。那你怎么不下去救他？有两个，有两三个，有好几个往家里去了啦。不怕不怕，你谁？泱泱，不用怕，都帮他们。我们的矿在桥上。我们的矿在桥上，啊！我死了，怎么发？这里有一个尸体，害了你！这里有个尸体，那是敌人的尸体，那是敌人的，你可以捡。捡捡对面的尸体吗？舔包，舔舔舔。哦，他们这边挖了一条路下去，这一定的啊，对啊。把你扒了，太会喷了啦！不去啊。哇，你怎么又细 QQ？ 这个洞的主人还没回来哦。啊，而且老实讲，我是弓箭手，我现在身上弓没有，我好可怜啊。快有了，快有了。哎哎，我们合合一下，我是没有箭。哎，这不是你们两个人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。一个吊箭，一个吊弓。太惨了。敌人吗？敌人吗？绿色队队，好，欢迎回来了。然后，我需要稿子。杰瑞，你为什么不穿裤子？这没有没。喂，回来弄没？喂，想要二特技？喂，我疯狂打我的马，没水准。胸甲，胸甲。给你胸甲。第二阶段了，第二阶段喽，可以买了，可以买了。哦，很多铁哦，自己要来拿。哦，我进回来了。哎呦，他自己可以不用怕，有很多铁。哈哈哈哈哈。前面有人插队了，前面快去穿裤子。哈哈哈哈哈。我铁放着，要去挖别的喽。好。耶，升级了。哎，我们这场只有小雨跟矿工吗？两个，两个。嗯。哦，他有在挖黄金的。我们黄金都要弄那个书柜啊，哎，很缺书。缺谁打草？怎么打草？看到有人在打草。我在伪装黄金洞。伪装。把这附近的草打掉，他就不知道从哪边下去了。啊，还有。帮你吧。他们其实也都没在挖那个黄金。嗯。哎。没挖。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我现在看着你们在影院那边不知道在干嘛。怎么了？巧克力在骑马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在人家骑马。刚刚不，因为骑马不是有 bug 吗？就是分身，然后突然闪现在我眼前，我就好了，完成。对呀，看到吗？这边啊，哦有啊，巧克力，巧克力站在黄金洞前面。巧克力的分身，我的马被打死了。不，哎呦啊、不，快回来！我们有功喽！好，快哦，好。嗯，哎、欸，谁？我保护他。谁？你谁？谁？黄金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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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，洞。啊！哇！黄金死了。你们是从哪边下去的？这边那边有个泥土堆，他直接往下挖啊！对，
啊，我掉下来了，死了吗？被啊，被东西，然后、哦、掉了好多东西哦。嗯，那是我的，有你的，也有他的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他们已经有那个啊、哦，他们都从那最左路啦，他们有铺路，所以就直接过去了。感觉黄金洞需要有人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我要跟他去拿三个黄金，忘记了。黄金其实我只在那边一直帮他放那个结界而已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练猛家，练猛家。楼主也。我需要那个绿宝石发光跟附魔台。是你的吗？嗯，他进你后面哦，没有附魔台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好好，我们有附魔台跟。